你看他、啊、还是这样风骚的老牛。三卡波，三卡波。你菜、啊，那你像老牛吃嫩草，你不会给嫩牛吃老跑。Now here we are, we made it this far, and you're here with me. Everywhere that we've been has changed us with air. It was always there. 突然之间有没有肚子饿？所以我们现在又去外面找吃的，去一间那边介绍的，什么 local food， 耶、yeah. 啊。可以，我们找到一间，我们几年前来过club 两次，都来吃的那个安迪那档口，哇，它已经发展成这样子了，哇，因为它煮东西超好吃的嘞。我们终于找到了，前两天我们一直找不到，太开心了，越开越大嘞。之前就一间这样子，弄就是烧烤，前面弄了一个猪头档，两个人一起做工哦。突然之间看到的嘞，不像突然间是，因为已经过了几年，我们不懂他到底搬去哪里了，所以而且我们相信他店面也是有所不同。然后突然间我们从那个酒店走出来，想要去找吃的，找晚吃晚餐，然后走在街道上，就边走边看，你走边看，突然看那个很熟悉的那个安迪的样子，还有他老公的样子，哦，就是这一间都找到了，开心开心。与餐馆只是由大姐和大哥两人一同打理，当人潮一多起来的时候，等待时间就会比较长一些，所以呢，你搜查网上的评论，都是要等待40分钟而满腹抱怨的客人。甚至呢，有些游客看到这里食客多，就会好奇的询问菜色和上菜的时间。根本自顾不暇的大姐都会快速直接的用泰语和简单的英文叫他们坐，要等，很多人不等就没办法，所以这样也造成了蛮多不理解的游客感到失望。你们很难想象啊，一个只有一个安迪巴拉，他可以负责处理掉这些全部的菜单，而且跟客人哦，这么多的客人，我不懂他是怎么处理到这些食材给他的。因此呢，我建议大家来到，先找位置坐下，先看好墙上的菜单，决定要吃什么、喝什么了，等大哥有空接待点餐了，可以直接下单比较好。然后放松心情，和朋友谈谈天，看看街道风景氛围，等到菜一到街道的上，就开心享受美食。这不就是旅行的另一种悠闲时光吗？这是那个咖喱猪肉，来我吃下。咖喱猪肉 ，OK 的。对呀、啊。看着好吃的了。哇，香！你香什么？咖喱是最香的东西。哇，好香！很好呀。好香，很香，很香。但是它用的是猪颈肉。猪颈肉。对啊。哦。很好吃哦，是吧？你可能还不喜欢，那有点甜。很好吃，那个好香。有点肥呢。那个香应该不有错啦，肯定好吃啊！这样烤出来的东西。用盐烤的。哦，它要放盐烤啊。用盐烤，那个盐在那边。哎呦，多了个心思。好棒啊！多了个心思。烫没有？烫不了哎。啊？很烫。不烫。它多了个心思给我们呢，很用心哎。觉得它有撒那个盐在外，那个壳里面就已经是加分了。一般上都没有啊，我觉得有没有啊？我们有这个都是好吃，可是它有加上这个东西用，很用心，很新鲜，对，烫啊，炒这东西就要忍耐一下。对 ，Oh my god， 我可以觉得很新鲜啊，这里的海鲜特别新鲜，可以感受得到，好吃哦 ，Oh my god， 夸张啊你，好嫩的。好吃吗 ，Elaine？ 这个猪肉好吃，他们这个真的很好。棒哦，棒哦！哎，你不能吃虾哦。所谓的，我跟你帮我剥，我再跟你讲是那个吃的痛。这个档口啊，我等了差不多四五年了，好不好？我这样。OK， 现在我们等了半个小时了，也是。对。OK， 老板不吃给我吃，他不能吃虾。我自己吃，我自己吃，我想吃。啊。是啊。是吧？不理了。因为我皮肤的状况还没有好，竟然不吃海鲜，可是啊，很开心找。OK， 这一只是一只啊，买什么一只啊？真
好吃。然后口感怎么样？它口感就是超级新鲜咯，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有那个盐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弹牙口感不叫新鲜。新鲜弹牙是肯定的，只是它还有加到盐烤，它那个味道浸透入那个蛇那个香肉里面。OK， 是不是？好吃，嗯嗯，它的 steam 不是那个 steam， 哇，给这么多双干呢，你看，它的 steam 不是那个有那个 steam 的，它是这样子的，因为一般上清蒸它蒸鱼的话，它有那个汤汁的，这个是没有的，这直接挤好多柠檬下去，那个干双干汁下去的，其他都有放那个保鲜去洗的，洗 ，OK， 另外一个挤另外一边。特别哦，那厨房很特别嘞，我以前有蒸出来的鱼。对，我也是蒸的鱼啊，然后是它这样处理法是。对，就是看起来会辣吗？它讲辣的，来，来谢谢。我看得懂，那鱼很新鲜啊。暖男呐，这边。嗯，特别，很开胃，很开胃。Oh my god！ 我跟你讲，这个我可以一个人吃一条鱼。有温度吗？有温度吗？有，正好凉。正好了。嗯好吃哦，我问不是啊，你们吃一下。啊、我问你，可以玩鱼露，然后辣椒，你再玩几条柠檬，来这个双干，嗯，很开胃，嗯，鲜甜的肉汁，好哇塞！还有这次这个甘蓝炒猪肉，我们也不过不失的菜了，就是一定会吃了，过春节啊，这个是甘蓝什么炒猪肉？因为我要叫母狗嘛，我叫我母狗。还有这个猪肉片，好美味，它的蒜爽很甜美，很扯味，很下饭。他们现在这么多简单的菜给炒得这么好吃，很奇怪耶。我觉得啊，这种泰国炒是这样子好吃的。泰国炒果条干嘛要在泰国炒果条？不懂冰城吃不够啊？没有，因为它这是厚的，我喜欢吃比较偏厚的那个像果条。哦，很好吃，炒猪肉。泰国炒法不一样的，我怕太湿。没有啊，泰国真不一样。哦 ，OK。如何？难了不？好吃啊！它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它带甜味嘞。对。有放糖吗？放糖炒，嗯，不是我偏爱，但是我无可否认，它真的是很香。我不知道，很好吃。它跟别人真的不一样。不一样，它带甜味的，它是很香。妈，我想念小红帽。洗上双干，这是烧冬鱿鱼，烤鱿鱼。对，嗯，好饱满哦，那个肉，你看，那个肉好饱满哦。我们在 Krabi 每天都吃鱿鱼，每顿都吃鱿鱼，但它太好吃了。不吃蛇？很好吃，虾也是有吃啦，可是鱿鱼吃比较多。来问那个喜欢吃鱿鱼的人，林，我不会讲了，香不香啊？好吃，真的是好美，哇，嗯，它比那种毛毛丢，对啊，它这有超大的超胶感，一样的，我选超大来吃，还有盒饭，啊。texture 哪还很好，这是我吃的最厚的鱿鱼，很厚啊！那烤的好香，越咬越香哎。可是它那个咬的突然呢很厚啊，它会有那弹性，香焦香焦香香味香味，那好像烤到干掉了那种啊，刚刚好，很咬啊，很好吃啊。天哪，它怎么烤出来的？太厉害了吧！我这牙口要好啊，是。嗯，一个小时。啊，值得。不是一个小时吧？等半个小时吧，这样。不敢了。他要等半个小时，可是可以理解，他一个人煮到完，复制到完，好感人哦！哎呦，嗯，好像这样子，真的。真的绝，哇塞！下班啦。还好肥啊。啊，真是。很下饭，这个。对。又肥又好吃。他店里有那个点饭哦，嗯，我要配他的，哇，烧肉香，他那个猪肉还有烤过，那个焦味道，对，
而且糯米粉哦，糯米碎啊，更也是很好香，很好吃哎。哦，下饭下饭，哇，amazing 哦 ，amazing， 嗯，大爱大爱。啊，这一段我们总共吃了1920拍吧，有了，嗯，吃饱喝足就是想要昏昏欲睡，吃到好吃的东西就这样子，啊，满足了。好了，各位，我们现在往今天的第一个站出发，我们去。泡又是再去泡水，不过这次是泡淡淡水，不是泡咸水。我们要去的是那个Kayaking翡翠湖，还有去看那个蓝湖，还有泡温泉。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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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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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有一点乌云啊！今晚那个天气预报讲50%会下雨，哎呦，希望不要下雨了，不要下雨了，拜托。哇，我们驱车了一个小时啊，才来到这里耶！现在我们要走进去了哎。要买门票啊？要买门票进去哦。大人的话就是400baht，小孩子200baht。本地人的话30，大人30，啊，小孩子20。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来上课上课，来，老板给我们上课一下。前往翡翠湖的栈道是一条穿越热带雨林的自然步道，全长约1.2公里。这条栈道不仅提供了轻松的徒步经验，还能近距离的接触当地的自然生态。在徒步的过程中，你会穿过郁郁葱葱的热带植物群，包括高大的树木、茂密的灌木和各种奇花异草。这里的自然环境湿润，栖息着多种野生动物，如鸟类、蝴蝶和两栖动物。你可能会听到远处的鸟鸣，感受到森林的静谧和神秘。哎，这里分两个路，怎么办的呀？这样啊，怎么走？左边，那边。随便是一样东西来的。那就这边吗？为什么选右边？因为走远一点也没关系，都 OK， 我们 OK 就走远一点。哎 ，OK， 没事，这边这么窄就行，我们 OK 就走远一点。对啦。可是不是因为这个路比较好走、哦，这边的路比较好。对，还有搭起这个栈道，另外边应该是没有。刚才看到那个地图显示，所以走远也无所谓，反正风景都这么美，慢慢走，天气也很好哦。感恩。栈道本身相对平坦，适合大多数游客步行。路径旁边还有一些溪流和小水潭，水质清澈见底，有时你可以看到小鱼在水中游动。整个步道与木板、石灰铺成，便于游客安全地穿行于湿滑的环境中。这段旅程不仅是通往翡翠湖的前奏，更是一次探索加米自然生态的绝佳机会。太感恩了，有这样的美景给我，真的是太感恩了，有这样的美景。Oh my god！ 真的哇，没有什么大招，真的是很感叹的大自然的美。而且我很感激他们能保留好这么美的地方给我们继续观赏。之前应该是苔藓加水草、海草、河草啊那种藻类啦，是藻类堆叠的，好多藻类堆叠啊！你看，太美了。还在分兵分三路怎么办？继续往右走，100公尺。这里又是另外一个湖景了，这一大片的那种泉什么山泉湖吧，不是这边下水。哇，老哎，美啊！现场看更美啊，可能镜头展示不出它的色泽、它的层次啊什么。你看，金公子，还有鱼，嗯，水质很清，还有鱼，还有水藻。啊，我们终于到了 Emerald Pool。 哎呀， Emerald Pool 在前面，可是我们现在决定先去那个Blue Lagoon 看看先，然后再回来再泡澡。 Emerald Pool 位于加米的 Khao Phra Bang Kham 自然保护区，
是一处非常受欢迎的天然水池，以其晶莹剔透的翠绿色水体而闻名。它是由地下天然泉水形成的，水质清澈，四周被茂密的热带雨林所环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放松和游泳场所。翡翠池的温度全年保持在凉爽的水平，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天气里游泳。哎，他们在泡脚，泡那个脚给鱼咬死皮吗？跟着那个栈道走，那边上去那个山坡哦，小心滑哦。你看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好像是情侣，我好像两个那个 couple 在那边拍那个，他们两个度蜜月。哦，你前面老公也好像很老啊，怎么还喜欢那么老的男人？好、哦，你看还跟个小妹妹嘞，吃嫩草啊，这个老牛。你看他、啊、还是这样风骚的老牛。三卡波，那你像老牛吃嫩草，你不会给嫩牛吃老草啊？从翡翠池前往蓝湖 Blue Lagoon 的栈道是一条穿越热带雨林的自然步道，全长约600米。这段栈道与前往翡翠池的步道一样，经过茂密的植被，周围充满了丰富生物多样性。在步行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各种热带树木、野花、鸟类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哇，1100年，一百年吗？100多 ，over 100 哇，我们去看一下。前面那个红道，那可以拍大片了。哇，老贝，像一个宝座哎，一个天然的宝座，你看。哎，你站在中间看一下它比例。Jesus！ 天哪！你多高啊你？啊？180站在中间，给我看一下比例一下。你手张开。天哪！好大呀！看不到尽头，高耸入云。这里是禁止游泳的、哦、虽然很美的禁止游泳，它是矿物泥来的。哇，加米的 Blue Lagoon 是一个天然的翠绿色水池，以及清澈的水和周围茂密森林闻名。此水来自地下的天然矿泉，因此水质非常纯净，呈现出迷人的蓝绿色调。 Blue Lagoon 被热带雨林所环绕，是一个幽静的地方。来，从最好的角度里面观看那个湖。哎，你唱吧，你们那个人说，你要喊你们不能看。拍手，拍手。啊，有哎，真的有哎，真的有哎，再拍，再拍。你再拍，我再拍。拍。你不能笑他。来，你们试试。有啊，有啊，终于出来了，你看到没有？哦，天！有哦，真的有哎，震动吧？据说这个森林是活的。太美了这边啊，这蜘蛛哇，他把他那个豪宅建在超级那个欧迪美景象上面呢，真好，好会享受这个蜘蛛。好了，我们已经拍完很多美美的照片，现在赶着去游泳冲凉泡澡。哎，人家吓到你，怎么？
因为它有那种啊青苔，所以它会滑，滑不上去。呀哎，好像要下雨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啊悻悻离开这个 Emerald Pool， 然后赶过去那个啊温泉。呀，先喝一杯咖啡。哇，好棒哦，这里有咖啡耶 ，Pita Coffee Can， 哇，真好。嗨。哇，是刚开不久的嘞。在这样没地方开一个露营的咖啡馆。哇，这人生的一大美梦哎，一种创业的美梦哎，是真的。对，我们现在前往那个温泉瀑布，它距离这边那个翡翠只有四分钟，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地点当做一日游这样子进行了。嗯，啊，现在什么情况的？买票进去里面，然后外国人花280，然后我们不要走路，坐坐那个车的话，一人20磅，再加20磅，对啊。紧张啊，那样子。嗨，先上车。紧张啊，紧张啊。哎，到了。还有按摩啊，这个地方。我们坐了一个接驳车进来，但是要走一段路哦。要走多久进去？阴在热风就浸泡15到20分钟，哎呀，太好了。哎呦，一点都不 friend。可以冲那么冲水了，不错不错。哎，我想去那边要不要？可以。你看我没有讲水温。啊、哦，哇、哦，太舒服了！我觉得没有到40了，30多度了应该。因为它里面是有那点，它是用泉水，它是山泉水流下来，然后沉淀里面，把这边的蒸发成一种气体哦，就一喷一喷哦。那个天然的那种皮皮的那个泉水来的，这一点泡澡真的很爽的哦，它有治疗效果，专门可以来泡一下，好爽啊，呜呼，那边很爽，那边比较深，太爽了，可以进在那边，进在那边。Here we are.